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下位于香港尖沙咀 K11 缪斯啊地牢 B2 嘅 Food Playground 里面嘅一间日式餐厅，叫做 Omaki。咁呢间餐厅咧系主打日式创意手卷，咁用咗北海道松原米谷寿司米，加上空运海鲜食材同埋日本极脆嘅紫菜。咁佢啲手卷咧嘅款式都好多嘅，咁就系即叫即做。咁我嗰日咧就试咗两款啦，咁一个咧系 Omaki 嘅手卷，咁佢入边咧就有吞拿鱼、拖鲁、三文鱼子同埋海胆。这个真是一试难忘，非常之推荐大家去试，真是好鲜味，好好味。咁另一个呢就是蟹肉蟹膏芦笋卷，咁这个呢同样呢都是好好味。咁另外呢佢亦都有一啲套餐嘅，咁都是非常之抵食。咁以下呢就有啲餐牌里面的东西大家看看啊。 OK，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，多谢大家按赞分享订阅，欢迎大家打赏，拜拜。